各位新闻媒体界的朋友，3月21日下午2时48分左右，位于响水县陈家港镇的天嘉银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。截止今天上午7时，确认事故已造成死亡44人，危重32人，重伤58人，还有部分群众受轻伤。这起事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作为地方政府，我们深感痛心和歉意。在此仅代表盐城市政府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的哀悼，对死难者家属及受伤群众表示诚挚的慰问。